我記得幾年前咧，卡洛斯都拍過幾輯啦，有關呢個音樂科技嘅一啲題材嘅，包括點樣調音啦，點樣用呢個數碼音頻工作站啦，即係所謂 DAW 啦。但係由於幾年咧都係搞科技比較多啦，就已經抌低咗手上有關音樂嘅嘢啦。直至到最近咧，我喺斗門 set up 翻我呢個私人嘅音樂工作室咧，又有啲朋友問翻有關音樂科技啊、錄音啊等等嘅問題啦。簡單嚟講，究竟屋企可唔可以做一個 home studio 咧？依個答案咧係肯定嘅。唔好講而家啦，就係30多年前，卡洛斯已經喺屋企咧就自己做錄音創作噶啦。2000年嗰陣時喺屋企錄音嘅時候咧，無論硬件軟件方面咧，都係未趨成熟嘅。而且因為我喺屋企咧，一直堅持係用 PC 嚟做錄音嘅，而專業嘅錄音室咧就一定係用蘋果啦 Macintosh 去做嘅。所以我做出嚟嘅 project 咧，同專業嘅錄音室咧，亦都冇辦法溝通啊！但去到今時今日咧，所有嘅硬件、軟件咧都追上嚟啦。你睇到咧喺我背後咧，我已經係設立咗一個私人嘅音樂工作空間啦。首先就有個電鋼琴啦，咁電鋼琴咧亦都可以作為一個 MIDI 嘅輸入鍵盤啦。另外咧，又睇到一部 PC 兼容嘅電腦，而且我用緊嘅 DAW 咧都係唔使錢嘅。我係用緊一個用咗幾十年嘅品牌叫 Kickwalk。咁此外，台面上仲有乜嘢咧？我同大家一齊睇下啦。嗱，我有個繪圖板啦，將佢當埋第二顯示器，就可以喺上面咧顯示個 console wheel。一間咧就示範俾大家睇點樣用支筆嚟控制每一個音軌嘅音量。而左上方咧，我就接駁咗一部小型嘅 mixer， 同普通聲卡一樣啦，我嚟控制整個 system 嘅大細聲啦。而部808嘅 Flowbar 咧，機仔細細有四個輸入嘅 channel。可以俾我插吉他或者唱歌咪，将演奏或者演唱嘅声音同电脑嘅音乐 mix 埋一齐，然后再录翻入电脑都系可以噶。咁头先提到录唱歌咯，所以我都将一支比较好嘅录音咪咧插咗落去 mixer 度，而剩翻咧就系左下角呢部 MIDI controller 啦。佢究竟有乜用，同埋点样用，就系今日我哋呢个影片嘅主要内容啦。嗱，刚才咧我就讲过会示范绘图板嘅用法嘅，嗱你见到啦。利用支筆咧，可以控制每一條音軌上面嘅推杆嘅。但係問題咧，繪圖板就唔係 iPad， 係唔可以用手指嚟操作嘅，所以下下都要用支筆，而且更加冇可能幾支推杆一齊推啦。而我準備介紹呢個 M-Wave 嘅 SMC Mixer Wireless MIDI Controller 咧，唔單止價錢平，仲可以解決曬以上嘅問題添。嗱，拎起呢個輕飄飄嘅 MIDI Controller 喺手咧，乍眼睇真係好似一個 mixer。但睇佢背后咧，一个音频插口都冇啊，只有一个 USB 插口，咁即系话要透过 USB 嚟连接电脑咯。而启动开关之后咧，你会见到有个 BT 嘅灯喺度闪亮，咁即系话亦都可以透过蓝牙嚟连接电脑啦。只要 config 正确咧，你会发觉 MIDI controller 上面每一个推杆咧，都会对应翻 DAW 嘅 virtual console 上面其中一个推杆嘅，咁即系话你可以透过 MIDI controller 去 control 每一条 track 嘅音量噶咯。如果你将你的动作录低佢咧，呢啲改变咧就会喺 track wheel 度显示出嚟噶啦。除咗推杆之外咧，大家留意一下，每一条推杆隔篱咧。仲有好多啲方形嘅掣嘅，呢啲方形掣咧写住 M 啦、S 啦、R 等等，呢啲咧都系对应翻呢个 Virtual Console 上面嘅 Mute 啦、Solo 啦，同埋 Record 嘅功能嘅。咁即系话有咗 MIDI controller 之后，你就唔使揸住只老鼠喺度点下点下去开关呢啲掣啦。再留心睇下每條 track 上面嘅旋律啊，原來每個旋律咧係對應住呢個 virtual console 上面嘅 pan 嘅旋律嘅喎，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透過 MIDI controller 咧調校每條 track 嘅聲音 pan 去左抑或右啦。而呢啲每個動作咧，其實都可以錄低落個 project 裏邊嘅。咁呢個 project 咧之後就會變成一個 automator， 喺播放嘅時候會全自動化進行音量同埋各種細節變化嘅一個檔案啦。不過雖然係咁啫，
有時你發覺個檔案自己運行嘅時候咧 ，MIDI controller 上面每一條推杆咧個白燈喺度閃亮嘅。佢嘅意思即係話自動化進行緊嘅數值咧，同而家推杆嘅物理數值不同，亦都即係話我哋只能夠將數值由 MIDI controller 傳過去依個 DAW， 但係當 DAW 自動運行嘅時候，佢就冇辦法反過嚟控制 controller 啦。咁呢個咧都可以算係 MIDI controller 嘅一大缺點嚟嘅。今天花了一點時間跟大家講一個又便宜又好用的藍牙 CC controller。 剛才大家看到我的操作，在輸入資料方面確實是很方便的，但很可惜做了 automation 之後它不會回過來影響這個 controller 的變化，所以暫時來說我都覺得在操作上使用它是有些缺點的。我不要緊，待會我再配置另外一些裝置去完善這件事。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道怎樣可以將這個 home studio 完善化的，請繼續留意我的影片。好了，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我是卡洛斯，喜歡我的影片的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拜拜。